CYP Control App 可以控制我们的 CPAS 421 PLV 机台。首先，我们点开我们的 App， link 到我们的机台。那我们可以透过 App 去控制我们的421开机，也可以根据我们所在的场域去切换不同的场景。那我们现在暂定我们在客厅，可以去做到电视的开关机。也可以切换我们的 source， 比如说我们切换到 setup box， 或是我们切换到 Blu-ray。那使用者可以透过 IR 学习，把遥控器的设定全部学习进我们的机台里面。那我们可以透过 App 来做到选台的动作。或是透过我们的 App 来做到扩大机的控制，大声小声，或者是 Mute。那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透过 App 把我们的电视关机，并且把我们的机台关掉。